SCTV6, phim 360, phim mới trên toàn thế giới.哟，霍总，来真不巧，正忙着呢，一会儿我也要出去。开了旮旯那天晚上，你为什么不请自来？霍总，我跟你说明白一点，我没空搭理你。我为了迁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最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霍总。要不这样，您不如先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您做了什么好事儿吧。好，我从日本带回来的那个人，不是千一，他叫宋晓东，他根本就不会拉小提琴，所以那天晚上的演出。拉琴的是千一，我知道，从宣布复出到演出那天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在安排。没错，你当时欣赏演出的样子，我还记忆深刻。小东在哪儿？什么小东？宋晓东，那个被你利用来报复我的女孩，你把她带到哪儿去了？是你利用他，我为什么要带走他呀？阿超，你最好别跟我撒谎。我没跟你撒谎，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为什么要带走他呀？那为什么千一偏偏在小东不见这天回来？你可真会胡说八道啊！霍有泽，脏水反泼到我身上了是吗？你知道千一站在我门口的时候，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这半年我都不敢想象他是如何度过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你欠他的，他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我犯了错，我会承担。但小东是无辜的，别跟我假惺惺。那个女孩消失了，不正是你所期待的？做什么的应该是你吧，我为什么要做呢？对吧？你如果不相信我，没关系，报警嘛，让警察来做评判。你怕了？你为了帮千一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劝劝千一，不要让事情发生到不可收拾。为了报复我，走到这一步，其实不值得。我问过了，不是阿超，你确定吗？他不害怕报警，如果他真的帮千一带走小东，不会这样的。有没有其他人知道小东在你那儿？千一怎么会知道去你那儿找小东呢？难道他一直跟着你？难道是梅子？小东跟我说，他在市场遇到梅子的时候，是跟着一个什么图案才找到这边来的？啊，图案，来，就是这个。你注意到那片叶子了没有？那片叶子就是指示的方向。老冯，啊，
老冯，你看这个是不是？这里肯定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孙正南想告诉我来找他的人这里有危险。对了，梅子跟我说过，宋正南好像是惹了什么人，但具体谁不知道。然后怎么了？然后第二天新闻就说宋正南闯入了霍佑泽的家，那就是说宋正南逃跑和闯入霍佑泽家大概是同天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你知道千一要跟我结婚了吗？你是过来跟我炫耀的吗？好，恭喜你们。哎，你完全不在意吗？既然千一特地让我离开，我还能坚持什么？你是说千一来找过你？我说了，千一特地来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再等他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了，大可不必过来跟我强调一次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千羽有没有跟你说别的？他说他感受不到爱了。喂，是我。应该不是齐帆。你是不是派人找过宋正南？没有。都这个时候你还要隐瞒？宋正南去过你家之后就有人找他。不是，你还可能是谁？可能还有一个人，而且他知道小东在你那儿。呀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听说你在跟踪我。你别乱说话。难怪那天李先生买面你废话那么多，你挨打真是活该。说吧，你还替你们家主子操心多少事情？我欺负他了。霍总，霍总，我问你，孙总有没有让你做什么事情？现在的技术真是发达，可以做得一模一样，连眼神都跟我一样。难怪所有人都没看出来。我做不了你，我试过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霍佑泽爱上了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？不爱我，是吗？是啊。我，知道我吃相不好看，你将看着一张跟你一模一样的脸做这种事儿，挺难受的吧？我也模仿过你，看着你的视频，学你说话，学你走路，学你的姿态，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，
那个人就是我啊。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受吗？当时特别讨厌我自己，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能想象。既然现在见到本尊了，以后那些操心事儿我就不用再管了。罗千怡小姐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坦诚一点。如果你不做那些身不由己、言不由衷的事的话，可能日本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说我不够坦诚？对啊，你对齐帆、对佑泽、对你自己，其实都不够坦诚。我一度以为我自己是个渣女。别说我那些事儿了，说说你吧。你那天看见我了，为什么没告诉佑泽？就让他觉得你已经死了，多折磨他几天。只要我是不会再回去了，那你回到他那儿，我就消失了。可是他爱上你了。但是我不爱他，姐姐，你想想，其实咱们两个可以联手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能够完全体会你的恨的人，也只有我了。嗯，霍佑泽，他抢走了我的身份，抢走我的名字，抢走我的脸，抢走我的一切，他就是罪魁祸首啊！你笑什么？我开始有点欣赏你了。我有什么可欣赏的？你在接近我，想让我喜欢你，想让我觉得你跟我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。你一边隐瞒，一边讨好我，还能这样应对自如。这就是你的能力吧？那对不起了啊！見つけなかった。今日は一日と一日乗っ張ったら、今日は俺らは悪いことをあげるやろよ。金はお供にその時山で彼に渡しました。もういいよ。你的脸，我明白了。
你男人叫什么来着？霍佑泽。你认识霍佑泽？做笔交易吧。什么交易？你带我找到你男人，花一笔钱，还你自由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不直接联系霍有泽？我要回国，你说带我回国的。你吵有什么用啊？还联系霍有泽，人家已经不要你了，他带着另一个罗千仪已经回去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找你的原因。在档案上，罗千仪这个人已经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中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看。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不可能！我还在这儿联系罗晨。你未婚夫也是个厉害角色，你还以为他有多爱你？不可能！你帮我回国。我是罗千仪，我才是真的罗千仪，我没有他的把柄。你帮我回国，我给你很多钱。行，别急别急啊。那行吧，那我就想办法帮你弄个假护照。本来很简单的事情，现在搞得这么难办，你这么着急干嘛？一手牌胡打，我的安排全被你打乱了。你能有什么安排？无非就是谈个好价钱，把我们都卖了。你要是不露面，他霍有泽就是杀人犯。你知道这个信息值多少钱吗？我可是赌命过来的，我当然要有利可图。你现在在干什么？玩过家家啊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报复霍有泽？我就是报复霍有泽，逗他玩，很开心啊。他要是不在乎，索性将计就计，你怎么办？可是他在乎。我就是要弄清楚这个。你急什么？你不过是要钱而已，到时候照样可以拿到。你胡来是你的事，我不会就这么罢手的。你在畅想自己婚礼的时候，我可是每天在外面跟要饭的一样。拿去，先住进去，我的名字卡的。谢了。好奇问个问题。嗯。我和他有什么不一样？谁？哦，你说那个千仪啊，他大大咧咧的人。大大咧咧，就是比较坦诚。坦诚，那倒没太感觉到。你跟他接触多吗？不多，都是他主动来找我的。为什么？他很执着。执着。他一心想知道自己是谁，可能很多人都跟他说他是罗千仪，他自己不相信。是我不好吗？我以为我是让人嫉妒的呢。那肯定是。只不过，他不是你而已。
看样子你还挺喜欢他的嘛。实话说，挺可爱的一个人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但是很有感染力。其实，他跟你也一样，也是一个受害者。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不知道啊。这一切，如果说谁真没有罪的话，那也只有霍有泽一个人有罪，不是吗？是吗？那我呢？你有罪，你做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到，是不是因为当初我太贪心，所以对齐帆、对佑泽都造成了伤害。或许我也是做的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先回去了。你回去以后，霍有泽有什么反应吗？这几天似乎过于平静了。我都没跟他追究什么，平静一点对大家都好。你们关系怎么样？他答应结婚，不过我要看到他的实际行动才行。走了，少喝点。找人写一些文章，把霍总和千亿恋爱的细节透露一点。小提琴求婚的那一段要提到，好吧？差不多。还有，没有必要特意去针对齐帆这个人，把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。行，就这样吧，其他的你们看着办。喂，怎么样？是你。大家都不肯出来当坏人，那只能我来做。她不是你女儿吗？说不定不是呢，说不定我女儿做了霍夫人，照片上的那个是罗千怡呢。就算你不关心她，但这种事情要是全部抖出去，你们也会很麻烦吧？你很有人性吗你？行了行了，大家都不干净。我是来做生意的，是给你擦屁股。我告诉你，我带走我女儿，你老板接回自己老婆，各归各位，你考虑考虑。什么条件？1000万美金。他霍有泽花100万美金、给未婚妻买了一把小提琴，我开价1000万美金不过分吧？钱准备好，我帮你永远守住这个秘密。从此，宋晓东不会再出现。而罗千一回到霍佑泽身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的这笔钱可不少啊，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必须相信我，给你2天时间，你好好想想。刚才是谁的电话？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什么钱？你要相信谁？没什么。就是一些狗仔，我可以处理。你不该瞒着我。
我可以处理好。如果是跟小东相关的事情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问过小丁了，你找那个宋正南干什么？为什么私自接触他？佑泽，宋小东他只不过是回到他爸爸身边，他爸爸只不过是跟我们要一笔钱作为封口费而已，给他就是了。在这之后就不再是我们要负责的了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吗？你从雪灾把人救回来，你已经不欠他什么了。一会儿出去吃个饭吧，聊聊。好啊，去哪儿？就去你之前喜欢去的那家。听你的，那我准备一下。请问可以上菜了吗？先不用。哦。好久没来了。是啊。婚已经求过了，但是还欠你一枚求婚戒指，这是我挑的，你觉得如何？直奔主题了。你就没想过，索性娶了她？你和她，我没办法混为一谈。我很快就发现，我没有办法骗自己，把眼前那个人当作是你。即便是一张脸，但灵魂不一样，感情自然也不一样。他不是你的替代品，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，所以我告诉自己要跟你告别了。我也告诉自己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但是我回来了。是，我很高兴，真的。但是我已经变了，你也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再错下去了。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和你那位朋友所做的一切，我不能原谅。放了他，你去跟他商量，一定要确保小东可以安全自由。他想要钱，我可以给他。之后我会跟所有人坦白这件事情。趁现在，只要你住手，我可以把一切都揽下来，我可以去承担所有的后果。
至于我们俩，收下，我就履行你我的诺言。但是千亿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为什么？把他救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就这么着急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做的那些丑事吗？你想用你的名声、你的公司还有七彩计划向他赎罪？很多事情一旦开始就没法回头了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没有办法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即便这意味着我无法逃避我的噩梦，我无法逃避我做人最后悔、最阴暗的一刻。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抹消掉这段日子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我人生中没有遇到过这个人。可是我不要，那段日子我一天都不想想起。千一，难道不是你把我丢在那儿不管的吗？所以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这么冠冕堂皇的说话？我也希望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在把我被夺走的一切拿回来之前，我是不会让你解脱的。你想用钱解决一切，你想的太简单。我要你尽快对外宣布婚礼的事情，否则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笑什么？就是觉得很踏实。我也有，感觉就像是姐姐在身边一样。啊，这几天拿这个联系。哦。爸，你后来找过那个女人吗？找了。她认识小东吗？那个女人知道小东，是因为她的未婚夫，那个叫霍有泽的，当时也在雪山上。他做的亏心事被我知道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钓的大鱼。爸，当时你跟小东在雪山上到底是去干什么呀？你先休息休息。
什么？再等等。你想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我没时间跟你这个疯女人胡闹。这里又不是日本，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没有藏身的地方。你威胁我啊？现在这个游戏怎么玩，玩多久，我说了算。你打发要饭的啊？不够的话，可以继续给你，我不在乎。有钱就是不一样嘛，你倒是如愿以偿了。可是他知不知道，这半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霍佑泽答应给钱，按照你开的价。不过他的条件。不是要你为他保密，而是要你放了宋晓东。放？让两个罗千一在外面晃荡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觉得欠宋晓东的，想要对全世界坦白自己做了什么。他霍有泽要美人不要江山，对我们家晓东是真爱啊！当然，说是真爱，他其实也是偷了你的脸。真替你感到可惜呀！你到底交不交易？钱我当然要，只是小东是我养大的，凭什么给他霍佑泽？我倒是挺好奇的，这个宋小东真的是你的女儿吗？你这么绑着他，像绑犯人一样。哎，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啊！他那套蟑螂的生存本领可是我手把手教给他的，只是孩子不听话，做父母的也有为难之处。而且我没说我是个好父亲。总之，等你玩完你的过家家了，我的事情还是要办的。他要江山也好，要美人也好，我都有办法跟他玩下去。